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， 我们终于回来抄写实战场模拟器啦！因为它更新了更新了之后呢，多了一些新的内容，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它并没有增加这个新的单位哦，就是后续那两个系列的单位它没有新增进来，我觉得可能就要再等一下子了。那它这次更新的话呢，是修复了一些 bug， 就是一些游戏上的 bug 之外呢。其实有两样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喜欢的啦，应该就是它更新了第一人称视角的游玩模式哦，简单来讲就是附身啦，就是说你可以创造出你的单位之后呢，用你的上帝视角进行附身的动作，然后呢附身之后呢，你可以使用他的技能跟他的移动，就变成是说你完全附身在他身上就可以操作他哦，可以让他就是变得更灵活，你也知道吗，这个游戏就是他们的 AI 跟智障一样，明明就是可以打赢的，变得不能打赢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智障 AI。所以说呢，这就可能要由你来操作他们，然后让这个战略呢可以更顺利的进行下去。哦，那很可惜，他也没有新增战役啊。他这个战役目前只到王朝嘛，希望他后面再出个几个啦，我觉得应该会至少会出个几个吧。不然的话，就只有四个，其实也太少了。啊，对了，所以跟各位讲，他虽然没有新增单位，但是呢，他新增了许多隐藏单位。哦，这隐藏单位就是，像我之前拍给大家看的，什么拉拉队巨人啊，然后巨大的武士啊，或者是树人这样子。哦，那些隐藏单位呢，已经陆续被加进来了，但是，哦，又是但是啊，但是我应该今天不会拍，我今天应该先拍第一人称吧。那之后呢，等我找一些资料。好，如果找到了，大概知道位置了，我再拍出来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就先这个样子，好吧？那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第一人称哦。那我们随便弄一个棒棒好了，对面拿一个棒棒好了。那第一人称要使用的方法呢，就是你开始了之后呢，按下 F， 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进入了一个类似叫准备要附身的一个模式哦。然后呢，你就是可以选择你要附身谁，比如说我附身他，我附身他，附身，我已经附身上去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原始人了。然后按 C 键的话，可以第一人称，看什么东西，等我一下，我来解说啊，再一次，然后我附身他，然后呢 ，C 键是可以显示第一人称，然后他这一只角色只有左键攻击，他没有其他功能。啊，为什么这头那么小啊？大哥啊，算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。啊，原始人的话就只有左键攻击而已。我们看一下法师好了，我还蛮好奇法师他到底第一人称长什么样子。第一人称一样 C 键，然后 F 的话就是离开啊，就是抽身，左键。这个远程的应该可以连放吧？如果我附身之后可以连放，我是不是也超强的？啊，不行，他要 CD。要十秒的时间哦，别追我哦！但是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左键可以攻击啊，没打到，完了，死定了 ！No， 我走太慢，人家老扣，别打我，死嘞 ！Yeah， 还好，果然是被附身之后比较强，不然的话，跟智障一样，可能早被敲死了。就是说他的那些本来可以放的那些技能呢，就变成是你可以自由伸展，然后呢会有一些 CD 这样子啊，然后呢选大象的话呢，附身在大象身上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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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样应该都左键攻击，丢啊，干什么东西？怎么没打到？再一次 ，Hello， surprise， 被我踩死了。其实还看，乍看这样看起来还蛮无聊的，不过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有好处啦，就变成是说你真的要赢的话，你真的是必须就是用这种操作的方式去取得胜利，这样子真的是可以增加胜率耶，不能不能不，不能不能不，这有 CD， 不能不不不，不能就是不不不不不。有没有还可以就是稍微预判一下他移动的距离，对他丢水，哈哈哈哈，怎样？干什么？
听说，哎呦，他想打我啊！不，我差点，我本来想呛他说，听说你在这一区很强，结果都把我抓过去了，差点就被弄死了，有没有？差点被他带走。啊，我看一下、哦、三宝车 ，Prelipper， 哎，按错了，三宝车，等一下，来，三宝车，哎，这里附身在他身上。哇，超快的！哦，自己驾驶自己就不会出车祸了不？啊，为什么？看，我都还没有认真玩，你就他有车祸了，三小，看，插死他！哦，原来我这只可以操控三个人啦、啊，让这只死掉了，抽身。我们继续附身那个开车的那一位，开起来，开起来！开起来，撞！哎呀，干得好啊！我的撞下去，哎，哦，突然变成自己驾驶了，好打多了，撞下去。啊，我看会把它撞到外面去。啊，看有点不太可能。来啊，听说你很强。啊，完了，它掉下去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要死了。啊，算了，感觉好烂啊，不玩了，换别的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使用我们的隐藏单位，对吧？使用我们的隐藏单位来进行附身的动作啊！你看这个转转转，嗯，怎么用啊？按下空白键，为什么 ？Hello， 呵，怎么转啊？教一下。为什么这一只没办法转，然后那只就转得非常的顺手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空白键，别吵啊，让我测试啊！怎么用？空白键，哦，哦，按住了。按住空白键！啊啊啊！没有什么屁用，换别只。啊，那么隐藏单位可以玩啦啦队啊！再说，这个是喷火哥。哎哎哎 ，Hello！ 你马上就翻车了，冲啥？可以让我好好的驾驶一下吗？啊，算了，不要用那烂东西，换只。啊，谁 Kyo？ 谁 Kyo 这么强？来，第一人称谁 Kyo？ 哦 ，C D E 而已耶，我的天哪！你看还可以空白键回避，空白键回避有没有？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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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 Kyo？ 哦，谁 Kyo 真的强 ？C D 只有一秒，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做攻击，咱们的谁 Kyo 无敌。再来呢，令甲。哦，有，哦，帅气哦！哎，为什么突然变那么多人 ？Hello， 突然变那么多人啊！我刚刚是不是按到？为什么变那么多人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我看一下，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多叫个几只好了。我来对付他们。哦，空白键应该是回避啊。他们来了，闪避一下。完了，完了，要被打死了。啊！哈哈哈！干不行啊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这个我是没办法。好，算了 ，Siki， 我们这个忍者魔法德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啊。巨人武士二，按下二什么意思啊？左键攻击，嘣嘣，空白键，空白键遁地。他那种空白键啊，你自己看他那个技能的展示框，哦，有点小，就代表说还不能使用
哦，他必须要触发，比如说刚好在敌人的脚底下，那么刚好在敌人的上方正上方，哦，你才可以使用这个跺地，哦，他并不是说你想使用就能使用的，哦，所以说他这个技能呢，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。再来是素人，我看到素人之后左键攻击拿了花椰菜，咦，哎呦，看什么东西？哎，也蛮好用的，哎。但是我讲的好用是他的 CD 很短，但是你要打得到啊！敲了他，我死了。哎、欸，啊，对我死了。啊，你必须要敲得到啊！他们在你脚底下根本挥不到啊！看一下巨人。哎、欸，我们的那个弓箭手的单位本来是5500变6500变贵了、欸，哇，整个被 buff 起来了，整个被 buff 了。我看下巨人，冲啊！啊巴甲，啊巴甲，反正要打到有点困难，打不到啊。有，啊，为了部落，你这个忍者干什么东西？想死是不是？嘿嘿嘿嘿嘿！哦，我要死了，我要被讨伐完毕了，我要被讨伐了，我就像是游戏里面的 BOSS 一样啊！还好我胜利了，还好你那个准心瞄准的方向，它会确确实实的打到、哦，而不是说往前挥哦。还好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赢的，不然的话打不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换我们的弓箭手了。哦，这一支单位，这是这么强的弓箭手。哦哦哦哦哦！射死你！完了完了，他们一直来，撑住撑住！快点快点，左右你左右开弓，左右开弓！哦，有了，那么一个忍者，死去！啊！拜托，变成上帝操作啊！变成我操作之后强多了，有没有？啊，才不用担心说会死掉了，有没有？超猛的，孙悟空打起来到底是怎样啊？左键攻击，空白键分身，跳过去攻击，制造分身。哎、欸，那如果会操作的话，也蛮好用的啊，可以一直不断制造分身闪避。我闪，什么？要死要死啊！可以制造分身，但是还是会死。啊，来玩一只喷火怪好了，不要，我想要控制上面那一只行不行？哦，我不能控制上面那一个、哦，哇，那喷火是谁掌头啊？右键，哦，是右键是我是不是？烧起来！啊，死去！哎、欸，有一些虽然是可以第一人称，但是不是很好操作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不是很好操作哎、欸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花色，别了别了别了别别别别啊！只知道第一人称。哦，他来烧了，倒退倒退倒退。花色，倒退倒退倒退。啊！我就知道，算了。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哦，这个有趣的这个，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居然可以这样子搞。嘿嘿嘿嘿。那是要六秒啊，太久啦！那居然要六秒啊！我突然想到一个感觉应该不错玩的方法，啦啦队。然后之后再我来操作，我应该是可以无限使用。哦哦哦哦呦哎呦哎呦！就是要这样子啊！捡 CD 天生神力，我还不炸死你们！哦，这样爽多了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？Oh my god! Oh my god! 救我！啊！死去了，一个失误死去，炸不死。还有什么可以玩？投石机啊！这样子我投石机会无敌了啊！
我只要投的准。对啊，自动瞄准就赢了，不是自动瞄准，用我来操作就赢了啊，有没有？超猛的，还可以用什么国王啊？国王没什么好稀奇的，就是走过去而已。啊，一般的弓箭手，哎，没有，这是长枪，这不是弓箭手。哈，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我要找远程的。啊，宙斯。哇，好吵好吵，怎么有点吵啊？等一下 ，Oh my god, Oh my god， 啊！看我还是死了，我被忍者毒死，看忍者这是来阴的嘞，啊，我们选牛看看好了。某某某，滚滚滚滚滚滚！要揍死你，揍死你！完了，我要被忍者弄死了啊！死去！忍者一定要先杀、啊，不然呢，远距离被撸死啊！他有什么可以玩？哈维在空中，我会头晕的、啊。冲刺！哇塞！啊，那边的忍者，我等下来一记冲击！哇嘿！啊，马上被秒杀！那、这个哈维有点烂了、啊。猿人、跳！哇、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！我的天哪、太难了这个！第一人称搞得我头好晕哦！天哪、还有什么冰冻弓箭手？应该是不需要吧，冰冻弓箭手一样就是一直射，一直射，一直射。好，我们可以用弓箭手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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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、这个需要抛物线的那个练习。哦，完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这个不行啊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哎、不是这个。啊，这个隐藏能力如果被我这边发动出来会怎么样呢？龙卷风，呜 ！Oh my god！ 我都看不清楚了，我看不清楚啦，各位。Hello，excuse me！ 哇，车祸了，车祸现场，剩下的人呢？哇，居然没打死。我以为我打死了嘞！哇，龙卷风好强啊！也太强了吧！那还有什么可以玩啊？好像差不多就这样子嘞。就是其实有一些不太需要啦，有一些就是真的第一人称没什么魄力啊，挺无聊的。像是这个稻草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没什么好玩的。我认为这个稻草人没什么好玩的啦。滚！完全看不清楚，啊，死掉了。哦，大概就这个样子吧。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内容了、好快就没了，哈哈哈哈，被我玩完了。大概就这个样子。那么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片段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坏笑，帮我留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再见面了，拜拜。